慧眼识英雄。几次了，我知道这是不容易啊，你要察言观色，是的，但是呢我们基本上不能用嘴型，上次有很多的这个唇语都看得出来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当然也是，这可能也是一种另外一种训练方式啊。不过今天一开始听到我们今天一个大师时间啊，哎呦，大师时间，那我们男生一组女生一组，对，来猜猜看，待会呢我来为各位表演一个职业，好，大师啊，是是是，这是现在就是接李国修的之后的，是接班人，接班人了，国修哥的接班人，是再见牛郎，谢谢奶哥，谢谢国修，再见牛郎。这样讲你好像不太愿意是？不啊，当然愿意啊，愿意是？我何等荣耀！哎呦，是，那我来出题了，130秒，等一下，你看怎么样？大肚鲤，答对了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怀孕，宿便，你要说找你妈的，错，错，那会是成语吗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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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成语，来，准备30秒，开始。这什么啊？拿东西的东西。开门。老北北拿厕所。上厕所放东西。老农民。有没有拉拉卫生纸？哎，这什么？有没有钓鱼？钓竿。哎，好像是钓鱼。我知道了。起来了。电梯没有啦，那个清洁工人呐，起来了，对啦，超玻璃啊，大楼玻璃清洁员，勾着勾，安全勾要扣好了，对啦对啦，好厉害，好棒，好棒，大部门在擦玻璃，你们讲什么？一看就知道了，要统一一个，你好看。大墙就是那个大楼清洁的清洁工，有没有好清洁玻璃？你要大楼清洁工还是玻璃清洁工，还是擦玻璃？玻璃清洁工，大楼玻璃清洁工，大楼玻璃绝对不要听你意，大楼歪墙一样的答案呐，大楼玻璃清洁工，大楼玻璃学要学，大楼高楼层玻璃清洁工。我们讲高楼层，办公大楼清洁工，办公大楼玻璃清洁工，有差吗？那么长？有差。那我们是大楼外墙高度清洁工，高度清洁工，高楼极危险群清洁工，给我一个痛快，到底要讲什么？因为我们不一样，对，那我们又不一样，不要不一样。来公布正确答案，大楼高楼层玻璃。外墙清洁工，好厉害，演得好，太难了，蛮好猜的啦，你觉得有这么难猜吗？演得好猜啊，不难猜，挺清楚。前面那个坐手扶梯什么上去，对，很明显，有动的感觉。我也刚以为这你要要演这些的就比较好演，那你要成语怎么演？成语就比较难，愚公移山，对不对？上什么愚公移山？太难了，还好。愚公移山画一个山，惨惨惨，然后就是个老头，一个老头，愚公移山还算好，这还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我们题目会比较难，题目比较难，来，陈诚的先攻，哎，来，陈诚的先攻，派出的是阿翔、小优，超强组合，翔优，对，翔优二人组，来，请抽签，来，抽个简单一点的，拜托，加油，不要戴耳机啊，来，耳机戴起来，紧张，哦。这太大声了，你们也可以猜。好，那我们就简单了。30秒计时 ，Action！ 开始。哎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淋浴？烫死啊！淋浴吗？有热色？啊，搞不掉。一个井，好可怕哦！哇！哇！哦，鬼啊！你中过了，啊，给你杀下去啦！不是所有两个字的歌都是这样唱的啦。Stupid, take off your clothes. 洒脱呀呀呀呀！洒脱。Sister, 姐姐。Fruit, 结果。结果。Sister, 你这样子结果好不好？
锅两个字都是唱一样的音，解洒脱，洒脱，解锅，解锅，马上出了掉路了。天才冲冲有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就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！天才冲冲冲！来，耳机戴起来，紧张。你们也可以猜，好好。哦，这个我跟你讲哦，这个要先把它演出来，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演紧，我演紧，20秒开始，哦，开始了，是不是？讨论讨论，你演紧，我演紧，然后演紧，不是你演紧呐，那是艺人，你不要浪费我20秒，对，反正最后呢，最后我跟你讲。看是不是变成鬼哦，从井爬出来。啊，贞子。哦，那有电视哦。没有电视。好的，然后我把你推下去，你要落到井。我再下去。然后我再丢一个石头下去，落下去。好。这样。你也是。他再把你丢下去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要讲了。演鬼了。好，我一开始是画面。对啊，好多演，他演鬼。对，蛮有演啊。蛮像的啊。我画演的很好。好。来了，准备哦。好。好了，30秒计时。开始了吗？哎，那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什么烫死吗？淋浴吗？游乐色？啊，一个井，好可怕！哇！哇！啊，我跪啊，就不用摸了，啊，赶紧闪了去啦！哇，掉下去了哇！哎呀，好恐怖，怎么可以让他出来？啊，就这样。给你看啊！哇，太闹戏了。简单，好简单。漂亮，不要讨论，不要讨论。好，漂亮。哎，你讲漂亮，不要讨论。来，写答案开始。看到什么动作？看到什么动作？又看到什么？耳机拿下来，耳机拿下来。哇，很棒哎！是不是？那你怎么？耳机拿下来。有点被砸死了。我觉得小佑好可怜哦。快点，就是你们写啊！快点啊，林毅，快点好不好？小佑好，对，好惨。对啊，他们都写好了。你们等我。很也很好哎。演得好好。OK。哦，是。林毅，镇静一点。不过输啊。成语哦。要做效果哦。我数到三，一起来亮牌，一二三，好简单。什么啊，李毅？好简单。什么？落井下石，为什么？就只是因为小优他就本来是一口井，然后后来他好像就在井下。小优他本来就是一口井。对，他本来就是一口井。前井还是深井？人井。是愿景。愿景。愿景。然后掉下去之后，阿翔不但不救他，还拿了一个很重的东西把他往下砸。他整个就 over 悲情戏，本来爬上来的呢，他在，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他抱什么，对不对？胸口抱大石吗？不是，后来发现，哎，他拿了一个东西，提了一个水桶过来，确定这个东西叫做井。对，他爬出来之后呢，爬出来是谁呢？不是贞子，就是贞妃，有没有？贞妃那时候被刺死也是跳井。对，大概就这两种嘛。然后那个石头再下去 ，Oh my god！完美，落井，后悔，后悔，冤深底，哪次是无底深渊啊？这是成语吗？什么无底深渊啊？你是在讲你这个人吗？这个答案屁啦！好一样的女孩啊，好慢啊，无底深渊，这什么效果？这什么效果？我以为他是一个傀儡，他都懂哎，傀儡，哎，怎么？他们看出来是个愿景哎。愿景，因为他有这样子动，我以为阿翔在操纵他是一个傀儡。哦，对，把他演得不好。哎，对，我以为他提着水桶过去到井旁边，然后勾了那个网。我以为那是井那个。快点，那个，我以为是钓鱼台啊。井吗？还是你这样？哎，每个人都有错的时候，你没有错的时候吗？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你对？我知道你是对的。我不对，我吞下去。正确答案，落井下石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演一遍吧。来，预备。哇，风好强啊！对，这是今年，哎，这是今年第一喷，是不是啊？这么强啊？真的吗？请给我喷。我没有叫他喷，他就喷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，再来20秒。开始。哎，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圆圆的什么？拉了个绳子，有没有？把绳子勾好，太简单了，把那个盆丢下去，开始
有没有在看那个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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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刚有个迷思，怎么样？他认为贞子都是从电视里爬出来，他没有看到从井里爬出来。他不一定是贞子，他是个鬼啊！他意思说你演的太像傀儡。哦，我觉得他意思就是说你长得不像鬼，你看多好。李毅是不是？你真的你是个好人。哎，可是我已经挑了我的队友，这样看下来他就像鬼。他找他演的。我三天前的就在。好了，不用演。来，我们现在是得到两份是吧？攻守交换。目前2-0，派出来也是个强悍的对手哦。啊，阿翔死对头就是他了，对不对？是的。然后他绝对表演的能力不输小优，嗯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压力大了，毁了。而且你们没有礼仪，好不好？你们这可能就三分了。恭喜获胜。谢谢。谢谢。还没比的话，别笑了。谢谢。对，后面说我们缺你。不要小看缺你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好，请戴耳机，请选题。难一点，请到那边就位。什么？哎呦，太简单了，是不是简单？有没有？蛮简单的，异曲同工吧？太简单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演公公，20秒。嘿，那我演公公。然后你演，我演那种太后。太后，只有他才会想到说演。然后你就我就扶你出来。就听你没有讲话，我听不到。好，你们再来。对，然后我就把你的耳朵刷过来。对对对，洗耳朵。对，然后来公公，哎，就听到。现场倒数几秒。OK， 加油加油加油！慢一点，耶，这么有自信。好了，清楚了。对，没问题。待会你们演完之后，他们在写答案的时候，你们必须不能够有表情。好 ，OK OK， 可以。走到中间来，准备。预备，慧眼识英雄 ，Action， Go！ 哎呦，太红吓到啊！哎呦喂，小李子，我说小李子，什么？我说小李子，啊？小李子，哎，哎呀，这个耳朵现在是怎么回事？我帮你洗一洗啊，洗，哎，洗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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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。现在把耳机拿下来，准备作答，准备作答，30秒，计时开始，不能讨论，不要偷看别人答案。好，到这一题，李毅才知道答案呢，真的，变得好厉害哦。他也不一定，不讲，大家都不讲，都不讲，因为我们也没看，没看答案。耳机可以拿下来了，可以拿下来，是吧？盖着，是要盖着，好，感人了。演得非常的精简，啊，准确，7秒、6秒、4、3、2、1，叫黄姐，有人改答案哦，什么 feel？ 哎呦，同时亮板，请亮，是吧？嫌疑，你为什么？我没有。你为什么临时会改答案？没有，我想了一下，他好像在洗他的耳朵。洗他的耳朵。我本来是耳根清净。耳根清净。对，但是我就觉得他是老公公，他是一个老爷爷，老公他扶着他，所以我觉得是洗耳恭听。洗耳恭听。难道不是看到哪个的答案？我没有看啦。发誓给他烂。我真的没有看。我们真的坐在这，我们在这节目都有发誓的。我好打掉吧。请问有？有看就会烂掉，请发誓。我真的没有看啦。来，手要举起来发誓啊！哇塞，绝对有没有看？我没有看。好，没有看，相信你啊。干嘛这样？这个很简单啊，这一题，这题很简单，一定要把他逼入苦海。对啊，我往善良风俗，知道吗？临时间不能有一些想法吗？对嘛？不是，他有时候有神来一笔，有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想到。而且我想到他为什么要演老公公，我后来又想了一下。其实他们，其实他们弄得很烂。如果这答案是对的话。演得很烂，你们都是一样答案哦。在洗耳恭听为什么要听不见？
他因为他脸聋了，他公公公公要听嘛，对，公公那就洗他耳朵，公公听就好了。对不对？我一开始他怎么会是个聋子？对不对？我们来想是不是声东击西耶？有没有？哎呀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听不见。我本来也以为声东击西，但是想到耗子是公公，非洗公公耳朵听到的，洗耳恭听。我们这边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？你看，我们看是鸣耳。李毅说他知道了，刚刚我们还没写到就知道了。李毅刚刚有告诉我，他说这个就是无底深渊，没有错。掏完之后呢，耗子眼睛都张开了。对，他应该是耳聪目明啊。对啊，我就演的洗耳恭听，就动作大有，就我真的把他洗嘛。在帮他洗耳，你们看得好细腻哦。就是洗哎，这其实有点像眼睛。来 ，take two 准备，慧眼识英雄 ，action， 请开始。嘿，彩虹驾到啦！嘿哦，我说小李子，小李子，哎呦，我说小李子。耳朵真是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洗一洗，洗一洗，洗一洗啊，掏干净，哎，听清楚了没？啊，这回我全听明白了。对，班长，回宫。好，可是我们在听耳机，而且，而且他明明是跟他讲，他讲右耳听不见，让他洗左耳，是不是声东击西啊？炸了，不行。刚才谁讲耳聪目明？我。可惜了。是不是？干嘛？要不然他这次我真的说不明白。干嘛？真是小李。太厉害了！第一局3-2暂时落后一分，我相信第二局我们会力挽狂澜。嘿，公主就好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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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毅。3-2，好，将功折罪。李毅跟帅军啊，靠你们了。无底深渊，加油啊！我跟你讲，很简单啊。来，天生就是表演的专家，请戴耳机。好，你们要证明高的人会小优戴耳机。哦，戴耳机。哦，不要听他们讨论。哦，我们太简单了。啊，这很难。这还好啦。这冷笑话都在听了8000遍了。我是吧，讨论20秒开始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很简单，不要紧张。你等一下就演一个开车进来加油的，我在加油站里面，我就是加油站的人，然后你就说加油，好，然后我就拿那个油枪，然后拿那个油枪，然后就滑掉，一直滑掉，然后就骂我，这叫做油枪吗？哦，这么简单呀？然后你就三句三句，然后开走就对了，开车就好，拿个监督，好 ，OK，我下车，下车监督，好，来喽，准备 ，piece of cake。30秒计时 ，Action， 开始。开车以后，到这停车停好。小姐加油啊！请问你要加95还是98？我要加95啦。95啊 ，OK。啊？9。哦。来写答案，30秒开始。这是什么？猜不出来。啊？哎 ，A 下面是 B，A 什么？东西。不要给我做效果。不要声东击西哦，不能再用了。好难啊！可以做效果吗？坐在这个位置都会卡到的。无底深渊呐，你就写无底深渊就对了。无底深渊哪 OK 啦？一定有无底深渊的啦。完了，我不会写那个字。完了，字错也算，当然错啊，当然错啊。来，我们看1-3，简单了。阿翔一定字写错了。哇塞，他这里油腔滑掉。不应该这样写。徐奶奶，刚才那个徐俊仪那个字也是写简字啊，简字可以，你不能错啊。听，简字你不能错啊字啊。哎，这个枪跟你那个枪，告诉我，你这个枪能打吗？这枪能打？哎，可以打花枪啊。打花枪。油枪滑掉。
油箱滑掉。我刚刚其实有一点稍微不小心会那个模糊，因为你们那边七呀八啊，我也是七加八，九五还是加九八？你们那边七又八。他在骂你，七嘴八舌跟加油什么？所以我后来发现他那个枪掉的那个是油枪，我那我滑掉，那个是皮带。还需要演吗？这太简单了，还需要演那么多吗？这个很难，太简单了，而且帅太简单了，没有别的答案，对不对？不，他还有比九五跟九八，不然不知道在加油。对，他开车出来，开车出来了，他对，开车出来要干嘛？多余的，他们只是把那铁丝给填满而已，二十秒，太简单，他们演五秒就知道了，太简单了。对不对？太简单了，来看看是不是啊？来，慧眼识英雄，三十秒计时开始，二十秒，表演时间二十秒。车开得很烂，看到没有？开车开，感觉就不会开。小姐，我要加油。请问你要加九五还是九八？我要加九五啦。OK。那么台。那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台湾国语吗？行不行啊？我这个眼睛，你要看时间呢。太难救回来，好重要，行不行？你要拍谁吗？拍快加。太简单了啊！这个哦，难不倒我们。不能对啦，这怎么差太远了？来，这两分，所以是四比三，输了，这样子。交换，果然这段时间吴建一也该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兄弟，对，挺期待。你们四比三呢？你们得一分就一分就赢了，两分就赢。待会啊，可以派一个人休息，两个人答对就赢。睡一下，我睡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要睡一下，题目没得抽了吧？就这个，是吧？请戴耳机。希望难一点，但也有可能三个都猜不到。太简单了，很简单哎。我知道你演就很简单的，请讨论。这个没有人演吧？演蛇。今天题目多少简单？你演蛇，你演一条大蟒蛇。我演蛇。你演蛇。你演蛇吧，我演蛇。你演啊，你演蟒蛇，我演一个画画的小学生，就是写，你就是然后你就在地上动，像蛇一样，然后蛇毛伸出来，手脚伸出来。对，然后我就画女蛇。好，不用讨论了。不用讨论了。这么有信心，基本上什么叫简单呢？那就是常用成语就叫简单。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道理。你们讲的中间认真一点啊。来休息的。对。什么鬼啊？中间认真一点啊！我最喜欢这种自暴自弃的表现。对。慧眼识英雄 ，Ready Action。易怒体质的李毅猜着猜着，他莫名又生气了啦！我们 just， 我们只是 raw， 我们只是 raw man， 啊，路人呀，Say it together， we are just， 我们只是路人呐，跑就好了嘛 ，OK， 生什么气呀？慢慢的，不要紧，没事，不要来。我在他在这边讲的时候，我在那边翻译，他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今天我在那边翻，他也气。天才冲冲主讲真答来喽！记下每题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就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。天才冲冲冲！慧眼识英雄 ，Ready Action！好早上起来，我要来写生。你是一条蛇，画一条蛇，你是头、身体、尾巴。画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个蛇好丑哦！我来帮你叫点东西，画一只手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画一只手。哎呦，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来，准备三十秒，
请作答开始。演那什么动物啊你？看那边，看那边啦。逆转胜啊，我觉得。不要偷看好不好？时间还在走。哇，时间还在走。什么东西啊？逆转还来，快写。哪一个你会气？我说实在真演过。你知道答案会气。盖起来，盖起来。这有难度。不要偷看啊。要有声。我搞不好其实蛮简单的啦。训练来，耗子不要装哦。哪一个真的休息？我没有装哎、欸，你刚才有点轻敌到我。啊，真的。啊，也没有答案，很简单哦、啊。快点，很简单。哦。干什么？哦，没有。签到了。在等，我们现在在等哪个？写注音了。让拜托了，让我换呐。好，请样板。好。四脚朝天，请解释。四脚朝天，他就本来他的服是这个，他的脚是这样子缩着的啊，然后他把它弄一弄，弄了，他四只脚都弄就出来了，四只脚都伸出来了，往天上这样子长啊，往天上这样长，所以叫四脚朝天，也有道理啦。作茧自缚，怎么说？他我看他不知道是，他不是青蛙就是蛇啦。完了，然后就看了一个，他一直在这样子，对，好像在帮他背盖这样子，尾壶啊啦，尾壶啊，就在写个壶啦，帮他改运，壶啊，壶啊有壶啊，哦，昆虫，把它变成趴在地上，你怎么会画蛇添足呢？因为他那个燕君趴在地上，然后舌头一直吐，我想说这是什么动物，应该是一种动物，然后我就开始见人这样，我想说一直吐舌头，不是蜥蜴就是蛇，然后我就看他一直这样一直在画，一直在画，然后后来就把他的手然后脚画出来，就画蛇添足嘛。可是没有，三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。猜得出来是蛇这一个？你是什么？猜得出蛇？我是四脚朝天。四脚朝天。你想改什么？画蛇添足啊？你想改？你想说什么？我。油腔滑调，我没有要说什么，因为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一题他们真的不好猜。我们能够听他在讲话，我们完全可以猜得出来，完完全可以猜出来。所以这没有别的答案，没有别的答案。对，因为他还在想，他还在想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多画手了，他多画手了。如果是画蛇添足，不是只有脚吗？可是对虫、对昆虫来讲，那都是足。对，对呀。不分手脚，他没有分手跟脚。可是一开始我觉得他应该动一下，会比较像蛇吧？他一个我已经动残了，好吗？再演一次 ，Take Two， 预备，慧眼识英雄 ，Action！ 哇，天气好好，我来画画。干嘛天气好才能画画？天气好，画出一条蛇。那你一下子藏在那里就好了。啊，这是一条蛇，但这蛇好丑。我来帮你加点东西吧。它一只右手。你拿来画什么右手？画一只左手。对，没有错了。我们这样看的表演在边讲，本来要怎么会朝天？吴佳颖，你是演给你自己看，我在画手，我在画脚。这样好了啦，你先回答我们，为什么一定要天气好就想画画呢？对呀、啊，心情好吧？谁告诉你要演？我以为起床啦。为什么天气很好？很多小学生天气好就显气，好不好？对，算了，这是我们家务事，你不要插手。来跟我错了。来跟你来怎么赢？这是什么？你干嘛那么多呢？对不对？一开始他就要蛇嘛，一条叫蛇的嘛，就是蛇，他就是蛇叫蛇，我没演，我有土性。青蛙也会土性啊，青蛙你们看。还有抓苍蝇嘛？可是蛇没有攻击人的时候，没有攻击的时候，它也会吐啊。概念上青蛙不会没事。对对对，青蛙不会这样。错，我要不要带你去看？我们乡下，你们乡下跟我们乡下。现在没有养，它蚊子很多。你看那个青蛙，那是它可能觅食。对呀、啊，除此之外，我看它像这样吐，它不像吐性。蛇怎么演？蛇怎么演？蛇呀。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你还把卡外边把衣服都弄脏了。蛇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哦，对不对？蛇是，对不对？你把手过来。哦。手不用画，对不对？添一个手，再添一个手。这样你看得出来。你确定这样可以？你不
定要插手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们画蛇添足，我们把事情给想太复杂了。太复杂。我们应该这样就好，我们就好了。从这样，然后就你只要一直这样就好。这样，这样。我们就打对。这样打对，走。我们也画一只手，再画一只脚，鬼知道啊。对了，真的，如果我戴耳机，大概也猜不出来。答案的确，我们想都想不到。我们竟然，两个给我喷！画蛇添足，还好他只答对一分，还好耗子已经超过时间，还好前面我们多，要不然他就输了。4-4，恭喜再次比手。